各位观众朋友，早上欢迎收看三月二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美。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武汉肺炎伫全世界滚加，为了防止疫情继续摊开，约旦宣布实施全部戒严，越南是禁止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昨一天就增加6000多的病例，700多人死亡，拢是意大利过一日增加上多的。武汉肺炎疫情伫全球各地盛行，受疫情严重冲击的意大利官方宣布，21日一天新增加6557件病例，793人死亡，两个数字拢创下一天上悬纪录。Purtroppo dobbiamo anche registrare quest'oggi un incremento dei deceduti di 793 nuovi deceduti。意大利已经有4825人死亡，总共占全球感染武汉肺炎死亡总数的30%，数字真惊人。被列为美国重大灾区的纽约州21早起确诊人数10365人，是全美国第一个确诊人数破万的州。其中纽约市确诊病例就占6211例，是全州的60%。Especially in New York City, especially in the parks.I'm going to go down there today. I want to see what the situation is myself. But it has to be stopped because you are endangering people.科莫也警告少年人，纽约州确诊患者内底18到49岁青壮年占54%，明显是武汉肺炎带来威胁。因为确诊人数一直增加，州政府已经将病院的用了人数增加应变，各位各地收集呼吸机，希望减轻医疗系统压力。每一个国家为了防堵疫情，管制措施也一直升级。约旦政府宣布，为21早起7点开始全国戒严。国民除了禁忌状况以外，未当出国。يعاقب كل من يخالف أحكام أمر الدفاع هذا والبلاغات الصادرة عن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ووزير الدفاع بمقتضاه بالحبس الفوري مدة لا تزيد عن سنة。这动作宣布了后，约旦的市场非常多人在抢买这物件甲民生必需品，不少所在拢塞车。除了国内管控边境，也要防堵。越南政府宣布，为当地时间礼拜日3点开始，暂时禁止所有外籍人士入境。假使特殊原因允准入境，也爱先接受隔离。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3000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中国有8万过1000多的病例，死亡人数3255人。台湾增加18例，目前是153例。香港有273例，日本是千多例，南韩有要挖8800例。中东国家移动已经超过2万人，啊，那是欧美地区，意大利是哪来哪严重，超过53000例，西班牙跟德国拢超过22000例，美国是超过25000例。全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各加18例，新的个案拢是对国外来的，所以指挥中心决定对3月7、8到18对美国甲东亚国家入境了后，捌去看医生的人，拢爱伫厝检疫，而且爱做检验。国内阁新增加18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而且全部是境外移入。新增加个案内底，案例140例是埃及团团员，总计即旅行团互相相会已经有7个人确诊。案例143到144两个人是翁仔某，长期住伫个捷克，甲进前确诊的案例77是亲人的关系。因捌伫个3月初斗阵到美国探亲，返来台湾了后在机场采检确诊。案例148在1月底时去美国读册，回国时甲案例85例坐共接回程机，发病了后经过采检确诊。案例150甲案例133是厝内底人关系，包括英国读册，回国了后发病确诊。其他13例是独立个案，出国目的以读册、旅游甲工作为主。男性6人了哈，那女性12人，那这次基本上都哈比较年轻哈，除了3位40几岁，1位70岁。其他都介于在20岁到40岁之间。因为最近国内境外移入确诊病例继续上升，指挥中心也会回溯3月7、8到18期间，对美国、东亚国家入境的捌去看医生的人，会对一日起改做自主检疫，并且进行病毒检验。这人数大约3000人。这段时间，只要是有旅游史的，这其实都可以透过1922来跟我们尽速的做报道。我们这样能够。
把这些有可能的都跟社会能够稍微的做一点区隔。另外，疫情一直摊开，为了避免各病院收治通报个案大幅增加，影响隔离病床的调度使用，所以指挥中心也宣布，即日起无肺炎，而且经过医师评估，无需要转医的通报个案，亲像轻症也是无症状患者，头一摆采检了后，就用等于厝的进行特殊检疫，免转医隔离。个案跟同住者有分隔的空间居住啊，那可以有人照料生活起居，那这些条件如果都符合的话，那就可以用，就是说，就是在门诊这边采检，那采检完之后就可以先出院。指挥中心讲，若是个案症状继续也是恶化，就安排第二摆采检。李总计即阵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有153例，有两人死亡，有28人解除隔离，其他情形稳定，继续住院治疗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咱国上悬的研究机构中研院真拍拼在研发武汉肺炎的预防针，但是院内煞有一个支原治病。目前已经接触甲伊近距离接触过的人，不过中研院嘛专工出面拜会，这个员工无参与预防针开发的相关工作。武汉肺炎疫情升温，20指挥中心宣布新增27例确诊，其中包括一名中央研究院的员工，成为国内研究机构的头一例。因为中研院正在进行疫苗研发等病毒的相关研究，引起关注。因此，中研院特别澄清，这名确诊员工并无参与疫苗研发。那目前我们知道，这位确诊的同仁，并没有参与本院对外的工作，也没有参与防疫的研究工作，所以呢，各位可以放心，谢谢。中研院表示，目前已经接合近距离接触的16人，已经进行自主隔离。另外25名当前自主健康管理14天。中研院长廖俊智也特别发批予专业职员，表示感谢所有研发甲支援团队的拍拼甲付出，并且毋忘当前以上大的理性、同理心甲相关的向心力来面对严重的挑战。稍落来，中研院也会开始进行院区管控消毒，暂时关掉体育馆等大型的场馆。近期会议也拢改以视讯方式来进行。后礼拜一开始，院内也会启动无同所在办公、地处办公，来全力配合防疫。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虾米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卖。头先是《苹果日报》，为着防止武汉肺炎伫台湾传烧，咱国对19封禁到今已经有23000人入境。历史国内确诊个案一直咧升悬，指挥中心宣布，对3月7日到18日对美国甲东亚入境的旅客伫处检疫，而且拢爱采检。刷落来是《自由时报》，因为国内确诊人数一直咧升悬，民众拢抢买买嘴暗，经济部正甲相关业者协商，未来两礼拜生产线24点钟营运。另外有真侪大卖场拢配合政府规定，卫生纸一个人上少会当买一罐。上尾来看联合报，天气渐渐啊咧烧热啊，昨全台湾发生三个囡仔不幸因事意外，分别是伫屏东一对兄弟啊，甲母亲出外去做工课时阵，伫附近的溪湾啊佚佗，无小心跌落水。另外一件是伫花莲，五个囡仔小少去佚佗，其中一个4年的囡仔不幸险死。飞机是目睭周的空间，感染的风险较高，所以中研院华航小连锁宣布，所有旅客拢爱绑体温，比37.5度较高的袂当坐飞机，旅客嘛全程拢爱挂嘴安。另外，机场免税店嘛开始签名咧卖嘴安。排队量体温，爱搁写健康声明资料。等下台湾的游客甲留学生伫桃园机场通关，依然是排甲长落落。挂嘴安已经是基本，有人为上飞机到落飞机穿防护衫甲挂好墨镜。就是我今天在机场拍都觉得 N95，然后就是护目镜，然后还有手套。像我个人就是决定要马上买，因为虽然就是我知道台湾有这个疫情，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不管是台湾政府在这个方面，我是很信任。
有几位伫加拿大读册中国学生要转机回上海，也或者旅客要转第三地。假使有人要坐中型或者是华航，爱先量体温超过37.5度，无法度进飞机。进飞机也爱全程挂嘴安，为了让回国旅客有嘴安通用。21开始，机场免税店卖生命坐嘴安，50块就能买到一份三片大人，或者是5片囡仔嘴安。他买的还不错。一回国就能买到嘴安，民众感觉袂歹。暗过21，入境高峰早起4到8点，差不多2100人到飞。到中昼卖无20分，有工作人员表示，应该是知影人无济。机场公司早起阁调度510台防疫计停车，200台防疫出租的车，以及19个车次的防疫巴士，平均20到30分钟就能顺利坐车返去，有人向出租公司租车，驾驶全身防护，行李全部喷酒精，七月才搬上车，车内各用布隔开乘客位，隔绝可能的接触和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消息先看到这，接下来来看国际消息。香港又发生反送中运动，大批穿黑衫的民众在元朗附近示威，爆发警民冲突。去年7月2日，元朗站发生白衫人攻击民众，示威者指控是警察跟黑道勾结，让民众的反弹是更大。代志发生到今满8个月，部分的示威者搁在上街抗议，恐怖警察到场了后也乌旗抗议。放出了弹甲、胡椒喷雾，而且带走真侪人。全世界有超过11,000多人因为武汉肺炎过身，所以上好较莫出入公共场所，降低群聚感染的机会。但是美国跟澳洲，所有5000人走去海埔啊生水。美国第一大州加州要求所有居民减少无必要外出，踮伫厝内了后，纽约州、伊利诺州21也开始对咧做。总共全美国有超过7,000万人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按过这礼拜是每一个学校放春假的时阵，几千名大学生按照原定计划去佛州迈阿密海堡甲朋友饮酒，享受因的沙堡 party。If I get corona, I get corona. At the end of the day, I'm not going to let it stop me from partying. You know. 这情形的言论引起社会批评。泉州已经1,513个确诊病例，当前死亡人数有82人。华盛顿州州长一再特别呼吁少年人爱加为厝内底老大人的生命安全设想。Someone asked the other day, "What's the penalty for a young person going out to a restaurant or hanging in a social get-together?" And it's true, the penalty is you might kill your grandparent. And that's something we need people to think about right now. 福州二十暗时开始下令餐饮业者禁止顾客入去食饭，甲备酒精饮料。迈阿密海滩市下令所有旅馆伫22进前全面清空。23开始要宵禁，电影院、健身房这娱乐休闲场所也早都被迫休困。特别秋天的澳洲，20气温有30多度。澳洲联邦政府为避免群聚感染，已经下令禁止超过500人的户外集会。不过，雪梨旁的海堡，所有数千人在海堡耍水或者是晒日头。雪梨所在新南威尔斯省，一天相关的确诊病例数创下新高。这个海岸边，亲像落水饺同款的盛况，也引起各界议论。当局出动警力，将旁堤海堡全部关起来。新南威尔斯省所有海堡也比较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昨宣布连续3天无新的本土病例。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是一直恶劣中国。啊，那是咱的副总统陈建仁，之前捌批评中国的疫情无透明。即马中国嘛批评伊是咧抹黑，把责任拢撒给中国。中国疫情官方在2日宣布，连续3天本土无确诊病例，新增加41例，全数来自境外移入，总计境外移入有269例。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除了对此表示是惊人的成就以外，更加讲武汉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希望，是真该恶露。Yesterday, Wuhan reported no new cases for the first time.Since the outbreak started, Wuhan provides hop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even the most severe situation can be turned around.
因为之前副总统陈建林不在面前批评 WHO 一再对随中国讲疫情会使防范因控制，才造成全球大流行，甚至讲贪得赛、四鸡两毛放鸡赛有。即阵中国的民望就出现文章，讲陈建林甲唔对拢怪伫别人身上，无赖别人，明显看得出来不满防范疫情无透明。而香港最近确诊人数增加真多，疫情严重，立法会议员要求政府禁止非香港民众入境。希望大家理解咧，我哋而家嗰個嘅措施咧，就係香港居民同埋非香港居民入到嚟咧，都係要14日嘅強制性嘅檢疫。香港衛生局長也警告，即陣香港處在戰爭狀態，所以疫情可能會失去控制。面對第二波境外移入病例大大增加，無排除未來實施更加嚴厲入境管制。而最近發現酒吧這所在，去的人也變較多，專家也強烈呼籲市民要注意，互相唔通挖傷棍，避免發生社區互相相偽情形。記者綜合報道。因为武汉肺炎的病例最近增加真多，有学者就建议讲，开放予民众自费来检验。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检核期的时阵是未出现症头，啊，若是当阵来检验无病毒，颠倒会予民众失去戒心，四处拍拍照。最近为国外回来台湾的人增加真多，各病院收治通报个案也增加。有学者建议，卡数病院检验量能充足，建议比较韩国模式，全面破台或者是开放自费体检，找出更加侪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患者，预防社区传播风险。不过有医师认为无必要。无症状感染者，他传染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通常他身体里面的病毒量会稍微低一点。无症状感染者，他就没有呼吸道症状，他没有流鼻水，没有咳嗽，他就比较不会产生这个很多的飞沫去感染到其他人。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要甲专家真侪摆讨论破胎，专家意见拢无同，因为考虑病毒潜伏期无症状，到时阵是阴性，反倒带予人失去戒心，四处拍拍照，万一后来发病，恐惊加做更加大的防疫空棚。避免这样的一个测出来为阴性，在社会里面拍拍照，所以我们这采取的是有特定风险的情况下，那精准的去筛。然后精准筛完之后，做适当的一个分流跟隔离。但是，中央调目前指挥中心做法是针对有特定风险、有特定症状者做采检，按个尽量放宽采检限制，将所有可能拢达一摆。现阶段无拍算进行全面破台。记者综合报道。即卖病毒的试验，这数据量是哪来哪大？英国一间公司研发的试剂，过去两礼拜以来接到的订单，差不多都有代票8000多万。这样本是为病人鼻炎或者是咽喉产生的，搁放入试剂当中混淆。This tube contains our reagent that drives the technology that we use to detect COVID-19.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action is this. This is the actual primers and probe, which means it's DNA sequences that will bind complementary to COVID-19 to enable us to detect it. This tube.Contains the nucleic acid sequences that specifically bind to COVID-19 and generate a signal that allows us to call samples positive. 电脑分析结果出现，那是代表这样本是阳性。目前全球疫情扩大，面对相关接触数出现症状，甚至已经发病病人，各国拢需要采检，而且结果愈正确愈好。英国一间生技公司研发的试剂也因应形势增加产量，目前已经接到230万英镑的订单，核心代表差不多是8400万。过去两礼拜接到来自全球50个国家的订单，需求量是增加一倍，而且不只是政府单位的采买，也阁有中东地区的私人诊所，即马逐天试剂产量有数万剂。We have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basically data mine.That allows them to use this sequence information to design a test that is really specific for this virus only. 不止试剂需求量真大，即马全世界逐天拢有人因为武汉肺炎过身。即个病人但无解药，早一步过身，已经确诊，而且接受治疗的，也真烦恼，挡袂落去。专家表示，目前的冠状病毒有超过30000种，亲像武汉肺炎这种的新病毒一爆发，为目前所造成的全球大流行来看，认为根本未富应变。It may be that by the time we see a larger outbreak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f we do, we will have better and more rapid tools and test kits. The challenge then is to make sure that knowledge and those tools are made available there.
目前，这间生技公司已经将生产技术外包给制造商增加产能，希望提供各国应付检疫需求。在英国拍开汽车体检一摆费用是842英镑新台币，差不多是31000元计销报销。这是为什么在英国目前无法度破胎？二是针对暴露在感染源之下较有生命危险脆弱病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有人伫网络顶放风声，讲高雄有一间医生馆捌收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互民众是真惊吓。就算高雄市政府有出面拔灰，这个谣言嘛是抵袂牢，互这间医生馆就只好爱先休困。诊所关门，民众想要来看医生，才发现门口大告示：诊所为3月19日开始休困，4月7日才恢复营业。因为被网络谣言重伤，加班治疗过武汉肺炎的患者。很明显啊，本来是好像菜市场那样啊，啊，结果变成那个差不多5、6个而已啊。片面听信这些谣言的恐慌心态呢，这个无异于中古世纪在社会民众恐慌的心理上面所造成的一个猎物行为。卫生局批评民众非理性的防疫行为，亲像是拉布共款。被指去诊所的是土耳其旅游团的第67例，13日的台湾时的自主管控管理对象，15因为鼻炎去诊所退休啊，16确诊武汉肺炎，当日网络谣言就出来。不过卫生局真实摆澄清，第67例根本无入去诊所。案67是没有进入到诊所里面，直接在外面，然后医师透过问诊之后呢，就给他常规的这个过去有开过的这些鼻窦炎的一些用药。诊所人员也无被列为居家检疫对象，不过卫生局表示，其中一名护理人员的囡仔被幼儿园家长联署要求14天未当去上课，已经属于霸凌事件，会由教育局调查。对散布谣言的民众，会请警方找出来开罚。新竹市政府至今也被传出好亲像有确诊案例，停止上班，市府马上反驳。新竹市并没有市府员工有确诊病例的情形，那我们也都没有停班的这个情形，市府也大消毒，希望民众安心。警方在2点钟之内找到散布谣言的民众，专案已经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慢慢在烧热啊，又搁到值班点向北平飞季节。昨早起伫国道3号的拿来路段，观察到10分钟有350架值班点飞过，已经到封闭车道的标准。稍落来这几天天气好，有机会会当出现更加多，咱做回来看卖。高公局伫国道3号北上251公里到253公里的所在，方向挂切个一个车道，因为21日早起开始有大批值班点，飞过国道架设的防护网，数量每分钟已经超过250架，依照规定必须封车道。是我们今年度第一次的我们的国道外线车道封闭，因为刚才已经每分钟达到350支的量，那高工局这边马上全力的来配合。每年三月中，值班点为高雄木林、北环、桂林、云林拿来，伊的路径甲国道3号交汇，所以伫国道3号北上252公里的所在设防护网，引导值班点飞较悬，避免被车流影响甚至遭堵塞。应该还会在徐州、九德，还有茂林都有监测到大量的值班点通过，那代表着说，就是说我们这边以南还有很多值班点等着要通过我们区内这个区段。昆明这两天天气未歹，值班点生态保育协会有称，还佫有较侪值班点会经过，国道依然会配合封闭外侧车道。今年因为防疫关系，原本的值班点活动取消开幕甲转接车，不过依然鼓励民众家己去欣赏值班点。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全台湾的天气拢是晴云到好天，各地日时的高温会是28度到31度。不过明仔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会转凉，高温降到23度。另外，这方面也出现短暂雨，但是中南部是无啥影响。咱做伙来关心各地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是21度到30度，
中部地区是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是17度到27度。接下来是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